马玩具，躲在垃圾桶里的兔子。佩奇、乔治、雷人、拉奇。佩奇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。乔治，你听到没？听到什么？垃圾桶里面好像有声音。好像是的，我看看。叮叮叮，什么都没有呀，只有垃圾呢。是吗？难道我听错了？接着佩奇很仔细地看了看垃圾桶里面。乔治，快看，垃圾桶里的垃圾在动呢。难不成垃圾桶里真有东西？那我们把垃圾倒出来看看吧。说完，佩奇和乔治将垃圾桶里的垃圾都倒了出来。紧接着，一只兔子从里面爬了出来，然后一溜烟地躲进了草丛。哦，有兔子。兔子好脏呀，躲在垃圾桶里。可是你看它多可怜呀，我们把它带回家当宠物吧。不要吧。可是我想把它带回家，我想养。好吧，那我们去找它吧。接着，佩奇、乔治来到了灌木丛后，找到了兔子，并且将它带回了家。小朋友们，你们有什么动物想养的吗？赶快留言告诉我吧。喜欢我，记得点击关注或订阅哦。我们下期再见。